答应我一个请求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说。找贝师那么困难，不如就从我开始吧。我来参加临床试验，做第一个贝师。喂，你。我发病了，这也瞒不过你。应该就是这了，因为已经十分钟没有动了。这附近全是仓库，应该就在其中一个。好，我报的价格一分都不能少。放心，钱都会打到你的两账户。